如果美国废除美台条约，中美避免了在中国周边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能够维持中美双方在太平洋两岸各有自己的稳定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梅山剑客陈平，现在是梅山风云节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书架上插了中美两国的国旗，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的题目呢是要促进中美两国的对话啊，和解决世界的难题。2020年5月21号有两个重大事情启发我呢来讲今天的这个问题。哪两件事呢？一件事是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和俄国缔结的空间开放条约，而且呢再次重申如果要和俄国重新签订核武器控制的条约的话呢，一定要拉中国加入，中国政府至今呢没有表态。第二个重大新闻呢，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一个重要议程要对香港的国家安全的条例进行立法，我估计呢这个立法通过的时候一定又会给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呢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我对特朗普总统呢就有一忧一喜啊。这为什么要忧呢？我上次节目讲过啊，我很同情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初心，就是什么呢？要美国不要再去支持颜色革命，当世界警察，要把美国的精力收回来啊，集中精力搞美国的国内建设。哎，我对特朗普这个看法呢非常理解，但是我看到最近特朗普和这个民主党的竞选越打越大，美国国内的分裂是加剧。第二个忧虑呢，就是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失业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经接近4000万，所以的话呢，我估计特朗普总统想要争取连任的希望实际上呢是越来越小了，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的控制远远超出本届总统和下届总统可能控制的范围。所以呢这是我替特朗普担忧的地方，觉得我今天还不如啊帮你一把，免得看见你啊栽下去啊，这个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啊都没有好处，因为你要栽下去的话肯定是不服气的，世界的不确定性呢会大大增加。美国如果能够相对稳定，不陷入新的大萧条的话，世界受美国拖累的风险会小很多。我就可以讲点个人的建议，我认为今天中国确实是雅尔达协定以后可以代替苏联和美国联手稳定世界秩序的第二大国，欧盟没有这个力量，俄国现在实力不如以前了，军事力量还在，经济实力不够，所以现在是两个强国再加两个半强国，那就是欧盟和俄国。而且呢，特朗普总统刚刚废除了以前和苏联后来和俄国续签的这个控制核武器的条约，现在又刚刚废除了开放领空的条约，但是呢倒是非常明智的要拉中国进来签约的应该是新的雅尔达协定。这个新的雅尔达协定不是当年的美苏英三国，而是美中后面可以邀请俄国也可以邀请欧盟加入，因为欧盟里面有法国。我认为中国现在不愿意加入，为什么呢？因为核武器超强的美国和俄国，你们拥有上万颗核弹头，随时可以使用的有上千个核弹头，但是我认为你们两家都犯了一个大错误。为什么？你摧毁地球两次就够了，你摧毁地球100次有什么意义呢？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真的是觉得军备竞赛实在太累，美国
英国其实呢心里面也都知道军备竞赛太累，所以美国的精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认为冷战的结果是美国赢了苏联输了，我说错了，是美苏两败俱伤，这才轮到你特朗普总统有建功立业的机会。那么下面呢，我就给特朗普总统呢一个建议呢，你现在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即使你现在没有把握能在今年秋天10月到11月获得总统连任，你还是有一个机会实现你的梦想，当美国二次大战以后历史上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我今天给你讲的你的历史机遇在什么地方？中国和美国没有地缘政治的直接冲突，唯一可能和美国冲突发生核战争的导火线只有一个地方，就是美国如果还坚持杜鲁门总统开始的干涉中国统一台湾、收复香港、维持自己的国家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使命，也是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没有能够完成的遗愿。所以如果特朗普总统在你的任期结束之前，即使你连任的机会非常渺茫，你也可以在你离任之前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再建议的废除美台条约，然后呢交换条件。我给你两个条件，我认为中国政府可以考虑。第一个条件就是加入美俄中法四国核军备控制谈判，防止在四个主要核大国之间发生核战争，其他的有核武器的国家什么印度、巴基斯坦小菜一碟，以色列国家那么小也不会主动发动核战争。所以只要美俄中法四国联手防止核战争和这一次我强调的生物战争，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然后这个条约签下来，特朗普总统就可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条件是二次大战以后。这只是你的梦想的一部分。第二，在中国和美国都已经外交结束，中国也回到联合国以后，本来美国是可以利用东亚和平的红利，然后呢发展自己的经济的，然后又在中东，然后接着东欧陷入持续的冲突，然后这个冲突的根源呢全是西方一神教之间的冲突，这三大一神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基督教又包括基督教里面的新教、东正教，接着你在拉美面临的难民危机还要包括天主教。如果美国废除美台条约，中美避免了在中国周边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会非常快的发展东北亚的经济的联合的区域发展，能够维持中美双方在太平洋两岸各有自己的稳定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那中国对美国的回报是什么呢？我认为回报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国家可以帮助三大一神教在中东达成和平协议，既保证以色列继续存在，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又化解伊斯兰和基督教长达千年的冲突，还要淡化俄国东正教和西方新教天主教的冲突。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国家能够扮演这个和平使者的，面对现世没有宗教战争，但是愿意吸取所有文明、所有宗教、所有文化的优点，唯一的世界大国就是中国。而中国和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国美国是可以坐下来对话，又竞争又合作的。如果美国、伊斯兰国家和俄国都接受中国来扮演中东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冲突，也能够稳定欧盟周边的国家的区域发展，
那中国应该会同意加入你们的，当年是为了封锁中国来签订的什么巴黎统筹协定啦、瓦森纳协定啦，实际是要遏制中国技术能够扩散到，比如说新兴的军事强国，比如说伊朗和北朝鲜，但是现在已经挡不住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了。那如果中国也加入这个瓦森纳协定的话，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俄国和印度也签字了，这两个国家以前也都是潜在的中国的竞争者，又是邻国。如果中国能够跟邻国和平相处，还有什么国家不能和平相处？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能够帮助美国从中东和乌克兰脱身，那时候欧亚大陆联合发展，美国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应该可以分享发展的红利，然后中国也没有必要学美国现在把舰队派到太平洋西岸来干涉中国内政。所以我相信，只要你美国和俄国支持，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也会支持，伊斯兰国家也会信任中国来介入中东的调停。调停的办法就是用和平发展来代替种族和军事冲突。如果这个协议能达成，我就恭贺特朗普总统，你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机会就不但增加，而且里面的含金量会超过你的竞争对手，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然后你退休下去再写回忆录，就可以和丘吉尔一比，看看能不能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我看你真正的才能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媒体人，非常有个性，而且呢，也不怕改变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事先劝告你，中国人大通过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的立法，我猜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议员会借题发挥，为自己竞选拉票，跳起来大吵大闹的话，特朗普总统，你自己可要心知肚明，你与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加入虚张声势的反华大合唱，假意支持台独港独，不如想想我的建议，废除美台条约，帮助中国和平统一，然后中国就有诚意来帮助美国搞基本建设，帮助美国走出即将到来的比大萧条还要严重的新的大大萧条。你特朗普总统当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或者德诺贝尔和平奖的梦想，在我来看不难实现。所以您做大好事还是做傻事，以你这么聪明的人，其实就在一念之间。感谢中美两国的外交官的听众，也感谢中国和全世界的华裔的朋友能够理解我的初心，和特朗普的初心，和我们习主席的初心都有共同之处。习主席的初心是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特朗普的初心是要放弃美国世界警察的地位，我梅山剑客陈平的初心是要发扬老子、达尔文和我的老师普里戈金的科学哲学学说，构建多元文明竞争合作的新的世界的局面。我比你特朗普总统还大3岁，我76岁，你73岁，你没看看我的头发还是黑的，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为什么呢？我没你那么辛苦呀，哈哈。所以呢，我才有时间替别人着想，既替你特朗普着想，我也替习主席着想，我也替普京总统着想，我也替欧盟的我的那些老朋友们着想。我还准备在伊斯兰国家交更多的新朋友。好，我们以后再见。知彼知己，纵横天下，也祝祖国的和平统一，香港的繁荣稳定再进一步。
再见。